坦然面对折磨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。李明哲已经展开他作为人权工作者政治良心犯的生涯。我恳切地呼吁世人持续给予他关注，不要让他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。可能希望有多久，至少多久能够去一次的那个。只要李明哲一天还在牢里，一天不自由，我就会持续不间断的继续营救李明哲。